Hello 叶子 ，Hello 天天 ，Hello 奇静。夹好了，大家看我头发有没有夹好？谢谢牙送的韩式花束。但是这里没夹好，两边长得不一样。算了，自然嘛。Hello 威哥 ，Hello 小勋，早安！我不是早起单的。谢谢启军送的星星相印，谢谢光文送的玫瑰，大家午安。Hello 塔瓦哥 ，Hello 灵儿 ，Hello 牛排 ，Hello 萨白兔。杨先生掌声鼓励，大家午安啦、啊！吃午餐了吗 ？Hello 潜水兔，今天应该还是不会吃。谢谢小心送的一起摇摆五二零，谢谢。Hello 雪，刚吃完优格，我好久没吃优格了，你看我好想吃优格。Hello 宝宝 ，Hello 红 A，Hello 猫粮 ，Hello 小丽。啊不对 ，Hello， 臭小雨，看错 ，Hello 萨克，谢谢 Jack 送的新珠冠 ，Hello 黄鱼，还有玉如 ，Hello 小猪，太紧张没胃口。第一次看到人家包粽子，午安午安 ，Hello 明晶，谢谢宝宝送的巨蟹宝，我被蚊子咬了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很痒，房间有蚊子吗？对，今天到两点。我晚点才吃，因为我还不饿。因为昨天练习完，然后就被拖出去吃东西。要吃几片？这么多保健食品，妈妈表示要吃。谢谢柠檬送的巨蟹宝宝，仙女颜值这么夸张，不吃午餐，还不饿，蚊子出来打球。人豪最近讲话的发言感觉都会被带走。Hello 丽 ，Hello 川云 ，Hello 元良。晚上有小强出没，对啊，很恐怖哎。那时候我在洗澡，会不会小青又在玩什么，就是恐怖游戏之类的？这个没想到是刘小强啊，吓死！谢谢幸运送，我又喜欢你能看好你游戏的顺运送专业。Hello 阿泽。谢谢阿如分享直播间。Hello 以图 ，Hello 冠维，谢谢冠维送的 Love。能让少女们疯狂的也只有小强吧。疯狂尖叫的时候，小强太可怕了。我在开箱包包吗？
我觉得我们这组的包包都超无聊的。那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，然后他们就讨论说，为什么你包包这么无聊啊？干嘛干嘛？然后他就说，我就想想，不对，我们这组的包包很小的，很小，然后都没什么东西。我说完了，我们这组已经超无聊，超级无聊。我觉得唯一有趣的只有家里，其他人都超无聊。哈喽挂包，哈喽威尼，哈喽戴戴，就只有家里的唯一是比较有趣的。生日会，妈，那个只有50张而已，有点少，虽然可以加。然后跟马友一样背那个 PP 包，谢谢雪中的韩式花束，谢谢。现在咪咪汤者的票还没卖完哦，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一定要来看，一定要来一定要来。我们精心准备表演。珍珍 ，Hello 勇哥 ，Hello 艾文，要上班，来龙来 ，Hello 阿金，Hello 阿凯，谢谢阿凯他们 love。Hello 郑源。平日跟补班，对，因为有补班，所以可能有点困难，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，对。考试辛苦了，礼拜日还去海底捞，啊，好棒！大家最喜欢吃哪一家火锅？可是我最近因为上次很久很久之前迷你康舍结束，就是风铃草初登场的时候那次迷你康舍，那勇哥送的干白气球，然后一个被林杰拖去吃新麻辣之后，我就已经变新麻辣的爱好者了，太好吃了，而且冰淇淋很多，我是个超级喜欢吃冰淇淋。夜路上就是猪猪。Hello， 游戏玉龙。老四川的那个锅底有个很香的那种中药味，类似那种。谢谢人豪送的星之饭。老四川凉粉超赞，凉兄我认同你。冰淇淋喜欢吃什么口味？我的冰淇淋喜欢死亡甜系。我超喜欢死亡甜系的。大家都这么喜欢薄荷巧克力，真的假的？我都对薄荷巧克力超无感的。嗨嗨，彩虹呀，听。Hello 老皮，我喜欢吃死亡甜系，跟你讲，我超喜欢死亡甜系，就是巧克力啊，或是什么，会有这种摩卡或什么系列，那种都超好吃。然后我会先选巧克力，然后第二个最爱的话是红豆系列，如果有红豆的直接吃爆。牙膏啊，我知道它就是牙膏系列，我觉得很酷。
都要吗？都要。欧柳也不错，嗯。Hello H S I E H， Hello 博弈， Hello 那个冰石头挺挺，那你？冰淇淋在吃屎，小明还是我也是。我遇到冰淇淋，冰淇淋是我最大的敌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超喜欢冰淇淋。然后冰石头呢 ，Costco 还有那个什么巧克力的那个最甜的那个。我超喜欢吃那个的。刚刚在床底下发现我藏的钱，有直接进来。你是怎样？你是把牙齿放在枕头下，对不对？然后牙仙给你钱，对不对？那是牙仙给你的，是吧？是吧？嗨嗨。Hello 小龙 ，Hello 公公祥 ，Hello 生肖，半个生肖，鼠牛虎兔龙蛇马。我没有喝过冰淇淋漂浮器，谢谢李阳送的青汁饭，谢谢。饼干哦，饼干也要巧克力，我没有那么奢侈过，我觉得普通饼干很好吃。牙仙欠我很多钱，讨债讨债，谢谢博弈送的新之冠，谢谢 H S I E H 送的新小选票。变奶茶，很酷哎、欸、！Hello 青鸟 ，Hello 一百。我觉得新麻辣很好吃，是因为它的冰淇淋很多之外，它会那个饼干，我觉得这样子超赞。然后就很上个月去吃吧，嗯，然后它有像有一支的那种哈根达斯的冰淇淋，一支的，觉得很奢侈。它是摩卡那种，嗯，比较不没有那么甜的。冰淇淋哈密瓜苏打啊，冰淇淋汽水的感觉对不对？他说雷扎冰姆，礼拜二抢到卡到心累，刚刚抢到了，辛苦辛苦，火锅店耽误的冰淇淋店 ，Subway 是被潜艇堡耽误的饼干店 ，Subway 的饼干超好吃，可是好像。蛮多人不喜欢吃软饼干的，大家会喜欢吃软饼干吗？柏林还好吗？预算过多少是奢侈？嗯，我必须说，嗯，冻穿了。啊，酸的，慢点点。啊，酸。就是因为我平常真的不常会自己去买冰淇淋吃，所以我比较没有预算问题，因为我都是吃可能吃火锅的时候才会吃冰淇淋。但冰淇淋的话，我觉得250是我觉得最贵的，嗯，可是我觉得要看那个大小跟可能会有牌子之类的。沙贝饼干真的赞，好吃。我在吃蔓越莓冰。对啊 ，CP 值 ，CP 值 ，CP 值。哈根达斯真的蛮好吃啊 ！B
点冰淇淋我觉得有个很好吃，是那种明治的那个等一下要跟我的教练见面，好可怕。抢到生日会，恭喜！啊，最近生日不是哦，已经蛮久了，是谁了嘛？对。是那个像那个三明治的那个冰淇淋，然后是有花生啊还有巧克力，大家吃过那个吗？我对那个超有兴趣的，可是我很害怕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冰沙，我喜欢喝绿豆冰沙，绿豆沙最好吃。不知道，我等一下查一下，感觉很好吃。就是三明治冰淇淋。打喷嚏。对，三田春一三明治冰淇淋，三文字还是三文字？有。午餐会晚一点吃，现在还不太饿的。可是它的包装怎么看起来特别高级，就跟我看的不太一样。在落在地落花生，这个点点上的星之冠。叫贾鲁特，有些东西只要甜都好吃了。有啊有啊，三明治冰淇淋，而且
是我在那个心情柜台吗？啊，到了他，我寻找他。不要不见，这样我的房间会有蚂蚁。他不见了，大家放心，找到他了。我最近很容易撞到。昨天，应该没有淤青吧？不要拿蟑螂吓我。我们真的很无聊哦。呼吸房间不行，房间是那个人的私密的场所，我觉得这不是你们想看就可以看的。我们虽然呢身为公众人物，但我们还是需要有个人的隐私，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哦，好吗？并不是所有东西就是可以想要怎样就怎样。乖乖，因为房间其实就床，还有什么吗？好，房间会有打火机，因为我要点蜡烛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忘记关冷气，真的很心痛哎。这个比较痛，蜡烛还好。蜡烛的话，这个是香氛蜡烛，它也可以点气氛的，都有。我应该买那种大桶一点，大桶嘛，这样讲，就是大支一点的蜡烛。想把自己点熟这样，拜拜。自己洗面吗？不会。喝
喝东西很猛，太浮夸。不关不会好想吃，那他吃饼碗大概少半天。太浮夸，我没有那么夸张啊。问什么？一桶几首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算呢、啊？一根，它不像一根啊，它是一盒，也不像一盒啊，它是一个蜡烛，可是要说大，而且要铅笔测，大家就是毕业季嘛。我很好奇大家，就是蜡烛不是蜡烛啊，是讲什么蜡烛？就是被蜡烛带走。带过去，就是签名有签在哪些地方吗？因为我们会签在除了毕业纪念册上，我们会签在书包、签在衣服、签在外套。你们还有签过其他地方吗？铁盒。我的歌单，这个是 Love Life 的。Love you, my friend 的那个歌单，然后只要上 YouTube 就可以找到了。我只是随便点的。配偶蓝是怎样？扑克牌好酷哦！脸上，签脸上吗？拿起笔吗？不行吧。分衬衣服，国中的时候到处签衣服，然后高中还好，高中觉得衣服就只给比较好一点的好朋友签。无业游民，钱买神奇，太可怕。一分我要洗掉，可是起一笔不是不好洗吗？勿忘我，然后还要写友情。毕测照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我的毕测照都超丑的。午安子轩，午安。Hello 夏天。超长香草马吉感超好吃的，马吉冰淇淋，好像不是起笔哦，不哦，我觉得就是油性的都不容易洗掉，所以大家记得要用油性的笔。对啊，毕测照片都很丑，我的也不好看。都拍照没什么签名，那照片很容易就是遗失啊。签名比较能够做纪念吧。谢谢巨人分享直播间 ，Hello 鱼尾狮。阿鲁纳奇，谢谢情如色的告白气球。Hello 东东，五年的事情，没关系，对我来说也是两年前的事情了。啊，心痛。谢谢阿鲁纳奇送的新之冠，我觉得时间过好快。有时候别人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什么时候毕业的？”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？我就已经一年，两年，多久啊？我什么时候毕业的？哎呀，我什么时候毕业的？完全想不起来，太久了，太久了。就我已经记不得的那种感觉，就毕业对我来说好陌生哦。年纪大。これはきっと前じゃなくて今へと向かうこの壁
帮你签名吗？你找得到我，我就帮你签。开玩笑，他的小瓜瓜，七七直接忘记，对我直接忘记。别人问我这样问我，就觉得，我毕业多久了？想不起来。哦天哪，毕业这两个字，好难过哦。难过的是我现在记不得了。大家毕业典礼完之后都会去哪吗？因为我大学毕业典礼是我爸妈来参加之后，谢谢表演生先生掌声鼓励跟荧光棒。参加之后呢，他们就带我回宿舍，然后把东西载回家，包括我的人，我就直接回家了。去爽吃，就是个没朋友的感觉。高中的话是一起去吃蟹食，但大学的话我是这样。怎么办？我没有跟朋友去嗨，是不是我没有跟上潮流？刘海弯弯的，没跟上潮流的。我还习惯我两边头发不一样卷，我不能接受，我要生气了。下一秒要干嘛？万一他看到这样就觉得心情，什么奇怪的音呢 ？OK， 我插头了吗？早安，你快醒醒！醒了，换了一个比较大卷。32吧，已经忘记毕业典礼，没关系。搬手房屋，搬屋，没有，是我扛下去的。他们只要把车门打开就好了。那你玩抛弃同学的下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。还不错。Hello 玉香，阿当表示正确的选择，准时毕业了，感动是不是？谢谢少凯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，就是我大学不能被当，不能被当，然后不能言病，对，我要求不多。没哭过，我也没有哭过。毕业不会让我想哭哎。噔噔噔，昨天吃饭的时候听到这首歌，我就说我会跳哎，然后林杰说你怎么会跳？你好可怕，超好笑。是卢卡 ，Hello 卢卡。必点边缘人，没关系，我也差不多，就会跟自己的好朋友聊，自己的朋友。就他们觉得你怎么会跳？这样那种感觉，就看起来就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人，对吧？我就看起来不会做这种事的人啊。你怎么会这样跳宅啊？这真的是这样跳？我说对啊，我自己在家太无聊的时候学的。我就是被他们这样评价。及时上片 ，no。那很久我没有在练。两边越夹越不一样。我卷头发这种东西吼，是需要点耐心。谢谢牙妹的追踪，敲板 cover， 你去跟妈有敲完。大笨蛋。后坐力有点强。
觉得打喷嚏就是会很很大力。我打喷嚏超大声，大概挡不住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不用道歉。没有什么好道歉，有来我就觉得不错了，好不好？不用道歉。哎呦，卢卡帮我分享直播间，我觉得好感动，谢谢卢卡。晚安是怎样？欢迎战士。这是早安吧，或午安？怎么是晚安呢？你要睡了吗？我打喷嚏啊，很小声，我不是妮娜，这边皮卡丘。看不到，哎，其实我们家打喷嚏很大声，我爸打喷嚏很大声，然后我觉得我就被遗传到打喷嚏很大声这件事情。就想你现在不是转那个了吗？就是。职业军人啊，替代役结束之后四个月结束是转职业军人的人，打喷嚏大声遗传，我觉得会，不知道，因为我跟我爸打喷嚏都很大声，所以我觉得这是遗传，也可能是因为我跟我爸都有点鼻子过敏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也可能。手机换成 PS 还被老师叫走。对，现在要毕业，大家上课应该就很轻松吧？记得国中的时候，我毕业，然后就是要毕业前，我们还在那个看电影啊什么的，然后我们还会在那个后面把椅子弄成超大的床这样，然后大家都在上面脱鞋子，然后躺在那边睡觉。把拼了一张床。当你毕业剩一个礼拜还没拿到毕业毕册，太久了。觉得原来头贴好看，眼睛拉高，照片颜值从原来的头贴好看。啊，这是你的毕业照吗？我的毕业照不都是要那个这样子，然后就那种，不是吗？林杰说当兵头发要剪怎样？他是要签了吗？没有吧。你们找摄影师也太高级了吧。毕业的话，对。Hello Maxi， 你在回味学生时代。羡慕毕业的感觉，毕业的感觉真好。但我没有说完全毕业哦，是要迎接下一个学校的感觉真好。每次就是我第一次上就是大学，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觉得超紧张的，因为我没朋友，因为我们班没有跟我比较好的同学，就是原本学校的同学，就是超孤单。都在隔壁班，就我一个。
没朋友，的确真是没朋友啊。放我毕业照在群组，已经很久了吧？这张毕业照，我已经找不到他在哪了，知道吗？专心读书。可是大学没有朋友，我觉得我会很难过。而且我们的科系要一直跟人家合一组，然后做东西啊、报告啊、试做。Hello Mio，Hello 小雷雨，是不用贴我的毕业照给我了，对，我只是没有要找他而已，是真的不用贴给我。没有说是说刚进入就是新生的时候，大一一上前两一个月两个月，一个月多，只是不熟，因为我的高中的同学都是在隔壁班，中午好，德全。不想回顾。Hello， 超哥。而且最尴尬的是，老师在逼你说要不要起来自我介绍，那我就大家好，我是从桃园什么什么什么高中毕业，然后什么系这样，大家可以就是对，大家可以叫我以前。谢谢大家，然后离开的，尴尬，尴尬爆，就讨厌这种场合，超尴尬。而且男生还可以揪打游戏，但女生没有你们打，就是那个玩英雄联盟吗？要不要一起玩？那天一片寂静的，啊，就，好喽，那种感觉。谢谢地上的巨蟹宝宝。当然没有啊，阿当在想什么？大扫除吗？你在聊明星？那时候好像也没什么在追星。没办法跟人家聊，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。没太多朋友很正常，怎样？谢谢柠檬送的贵族玫瑰，谢谢喵分享直播。集体玩 RO 也太酷了吧！谢谢玉安送的新秀打 call， 相同兴趣。他说我的兴趣是化妆，这样。然后大家一开始都超尴尬，就是只会讲哦姓名，然后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有没有住学校宿舍？有说有住学校宿舍的话，就会说哎我是几号这样。好哦，瑶，上次加油，辛苦啦！我开哩。谢谢瑶送的玫瑰，哦，枫叶不是玫瑰。转名字直接做下来，太快了吧！介绍前面的人也太酷了吧！所以前面的人不认识要怎么介绍？他戴眼镜，他短头发，然后他长得没有我帅，这样。下周见 ，OK OK， 下周直播应该也是差不多时间，我看一下。会忘记的。我立刻想睡觉了。
时候是礼拜一跟礼拜二直播，因为子轩送了掌声鼓励，好酷哦！他的五官很齐全。然后下周是十二点，我通常都是十二点，除非有事才会往前提早。对。我大学的直属也见过一次，就是那种，就是要，就是像什么，他们办那种要认学姐学妹，那个时候见过，其他都没见过，一次都没有。太神奇了，我就快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。没关系，好像很多人都礼拜一毕业典礼。欠你一顿饭钱，什么东西？回国当人妻了，再也见不到。男生就不同，男生有什么不同？生日快抢到票了，恭喜！家族的灭团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联系的，就是维持的，真的非常困难。日系腿，我没有右系的腿，那个是我是走粗壮的。Man Power 系列，Hello 流星，这种台感觉会被打死，你会被揍，我要把你的那个标签拿起来，连装台欧，真的，你不能再连装了，会生气。中文好了，今这两次都是在放日文歌。直接丢好像重抽，哎，丢掉。扫除好哦，加油！读错也还好，就无聊。我觉得读错就很难读得好吧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啦，因为我是兴趣取向的人，我喜欢读我有兴趣的东西。我不知道他念了半年这么久。目标不在肉肉，那你？
风转到我身上就嘴硬了，你就是你的问题啦，不是我们家肉肉的问题。有我跟肉肉还有妈油。你看麻油，谢谢。好，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。お久しぶりです。谢谢阿当送的韩式花束，谢谢。我要卸一下指甲。是你的情敌，他又没跟你抢小迪，怎么会是你的情敌呢？嗨，强森！我没办法，我有时候在忙，不会每一个留言都会回。你要抢我的意思吗？我怎么没有感觉呢？杨姐为什么要在我的直播间找我？我傻眼。还回好哦，等等看，你们尊重一下主播好吗？尊重一下我，尊重、友善、包容，谢谢。如果我的小卡上署名情敌，他可能会烧掉，可能会干扰到。原来如此。我感觉直升机场。应该蛮吵的，笑死！被拒绝呢，国术。伤心呢，国术。没事呢，国术。护手霜呢？啊，在这。谢谢国师送的枫叶。让更新的留言刷快，是这样吗？万事无啥耶，那我们快点许愿，这样。先去工作了，好哦，微如。谢谢德贤送的告白气球。谢谢雪生的真情告白，爱情，爱情。Hello QK 男主，是来看七星的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只是来找人的。我觉得你一定是只是来找人的。现在一进来就看到这些人，现在只看到进来之后的人，哎，不是都这样吗？谢谢北原神身上的新之怪，护手会要到了，我在思考要不要去做指甲，思考思考。谢谢张巴拉送的带我去流浪，很需要去流浪，我喜欢散步。谢谢本神送的幸运四叶草，谢谢阿汤送的心之冠，被拘捕。挂听好歌张巴拉，没有问题。实习吗？哦，实习很辛苦，加油！希望你可以遇到好的同事、好的公司跟好的主管。对，谢谢本人送的真情告白。
刹车的声音，那我一定会觉得有点吵，没办法。那我去实习的时候就有遇到比较好的主管，就是好的老师这样，然后就过得很快乐，过得很快乐。然后那时候问有没有人要当组长，就没有人要当，然后就只好我当，用抽签的这样，用抽的啊，就你当吧。然后我就哦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反正这时候被指派人当组长这样子。然后原本我要去别班，不是去。主任那一班，结果被就是从那一班调到主任这一班这样子，然后就过得超爽的。对，要跟我的同学说声抱歉，他原本是在这一班的，是因为我是组长，他把我就是两个交换。原本是我自己一个人要去那一班，我们有三个班，然后我们有五个实习生是221这样子，他原本是我要自己去那一个班，然后就被调。我就过去了，觉得拍谁拍谁。不过这样也不错啦，就是我过得挺开心的，开心开心。这段可以不要跳过。组长领导之前才看到跟国木前辈的合照吗？那张照片是毕生的最爱，毕生的最爱，很害羞那种。现在变成 B 组的组长，领导蜜，不要，不要，想要被 carry 啊，我也想被 carry 啊，大家。不能让我被 carry 吗？你大家都组长命，有谁跟我一样组长命？不要再看我的那个影片了，大家怎么那么喜欢那个影片？讨厌，讨厌。大家可以尊重一下我的感受，可以询问一下我这样。我可以当 support， 我不想要当组长，只想要当 support。不过这样也没办法，当然就要努力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在学习如何管理，就是不是管理，如何跟大家好好相处。造垃圾的命人，报告一打九，哎，你超 carry 哎，你超级 carry， 啥当 support 就排到中路，最惨的还哎，中路还好，你最惨打野比较惨好不好？打野超辛苦的，不夸张，打野超辛苦，跑全场，我觉得比起中路打野是最惨的，这样可以吗？真的难过，记者就会来问我的感受。别闹！对啊，结局超忙。Jungle， 充一下电。开打开打，现在手机打开开打，我直播关了直接打游戏。不行。
很久之前在玩，现在就没什么在玩，因为太累了。你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，已经没办法这样子。也不是说年纪的关系，先解释，是也没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可以坐在那边玩。谢谢子轩送的 kiss 啾啾。在学校玩，现在毕业啦，就是可以玩了。我要睡着了。而且打得不好就会被呛哎、欸。谢谢那个送的麦克风，对吧？打得不好就会被呛爆。我的小心脏已经受不了了，玻璃心得死。国树很凶，他说哪次直播不想睡？哎，不要这样，我怎么不能睡？玻璃心炸裂，国树派，他在刷存在感，我不要理他了。午睡时间，对啊，午休时间到就是要睡啊，晚了。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午休了，那种午休的感觉，很久没有这样子。从高中之后就没再午休了吧？好喜欢，就是高中睡觉就是这样套，然后这样睡，然后那个帽子可能还会这样套在头上，这样啊，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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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美好的回忆，美好回忆竟然是在睡觉。对呀，很多人都想睡觉。他睡什么嘛？可是在学校也不能躺着睡吧？太奢侈了吧？你是要跟谁抢位置？我小觉得午睡很浪费，会吗？啊，我小好像会，我在补习班的时候都不想睡觉，就只想要跟朋友玩。但上高，国中的时候会觉得午休其实蛮棒的，就是不会想起床，为什么？那从国中开始不想起床。椅子并起来睡，八张椅子哦，哇，也很奢侈哎。我们六张就已经够多了，那请问其他七位同学的椅子怎么办？因为还是有多那么多椅子。理想哦，理想我带的星星 MV 拍得很棒，对啊，超棒的。你有看到就是我分享他们那个？基丁写的，他写这首歌相关的他的想法，那个 IG， 我觉得他写的也很棒，果然是创作者，就是厉害啊！这个叠起来睡，他们毕业了哦，哎，所以指考的人还要在学校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考过。哇，子轩已经升级到青铜二六。谢谢子轩送的鲜花。毕业之后到学校念书，怎么原来如此？因为我就是那种我不考第二次的，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命运。冷笑话，我接受。是吧？太久了，太久了，我真的记不得了。反正就是考第一次就而已，好不好？
数学不会背叛你。我跟你讲，所有科目都不会背叛你，不会就是不会，所有都是这样。所以我早早放弃。统测吧，我不知道，随便。我记不得了，抱歉，记不得了。不用太在意我考了什么了，反正都已经毕业了，都已经毕业了，没差了，没差了。准备考试，雪加油好吗？加油，你一定行的，相信你，相信我们的企鹅们都是最棒的，我们的孩子是最棒的。不是，正在讲我的孩子是难怪你们是最棒的，我每次在洗脑自己是最棒的，跟你讲，就是一直洗脑自己真的会变棒，认真认真的。下周见，下周礼拜一早上见。这种泛青期考试都有人骗，80分就不错了，我觉得80分已经很棒了，这也吸引力吧。这个吸引力法则很重要，我认为。当你相信一件事，它就必定会成功。就像我很常想要吃什么东西，然后就可以吃到了。尤其是在家的时候，在家对食物的渴望特别大，就是哦，好想要吃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我爸就说：“哎，要不要吃？”打电话回来说：“你们，我要买那个，你们要不要吃？”这样我就要，这种感觉。那些什么，豆花啊、臭豆腐之类的。下播前再出来说拜拜，好哦。空空，谢谢尼克送的枫叶。申论题本来就蛮难的，一直都觉得申论题很看题目，还要看你大脑的知识足不足够，就是你要知道很多东西，你才能把那个申论题写得很有趣，然后丰富。Hello， 阿明。谢谢林阳送的枫叶，考试要加油。我还在思考要不要做指甲，还有两个礼拜，这好像没什么，然后剩下个礼拜。唱错了。行动派直接打电话叫人去买，哎，不可以这样。选择题，用饼干刮指甲，但是磨指甲的。我，可是我比较喜欢申论题，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合理化自己东西的人，是这样讲吗？不能这样讲，好像有点怪。反正我就喜欢用很多文字，然后解释我这个东西是对的。就是如果我是辩论的话，我就会想要想尽办法的那种。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，申论题比较有利。选择题的话就不会就不会啊，错就错了，那个太没办法，老师没办法给你基本分，就是至少一两分都拿不到。讲什么？也不是这样吧。伤心一波，原来是讲干话的实力。选择题很难猜中啊，申论题比较有机会吧，认真觉得，是不是？不然我也觉得申论题比较好写。
不要乱认证我的实力，那个只是冰山一角而已。我其实之前没有那么爱讲话的好不好，在来这边之前，我大学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吵，有点吵，但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实力。肤色指甲呢，显得手更长了呢。开书考，其实根本就没答案，不对，一定会有。我觉得老师不让你开书考，一定要以他的理由。可他上课讲了某些重点，然后你要额外抄下来。老师就喜欢考这种东西。啊，是我们老师，老师不知道你们老师喜不喜欢，但我们老师喜欢。就是只给有做笔记的人的分数的，就是那个会做笔记的人哦。可是我们老师的开书考都是考笔记里的东西耶，你们不是吗？考专心度。差不多，好吧，可能我们老师不一样。然后我们老师有时候人很好，说：“哎，把课本交上来，你们那个课本里面的那个笔记，也是你们考试的分数之一，这样。”这个分数暂时10%，我老师会这样，很可爱。就是完全就是无预警这样。是你想要补那个重点补到，太坏了，哪有坏？不对啊，写笔记本来就很重要啊。对我来说，写笔记很重要。我从高中开始就很认真在记笔记，因为我知道老师对课本的东西不够多，老师都会补充。直接放弃实拍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撑住嘛，你们。跟老师博感情才有用，屡试不爽。也是。关系打好也很重要啦。放弃交作业不行，我觉得每个科系都有每个重视的东西，像我们科系呢就重视出缺席，还有作业，还有报告。考试的话，有时候比重不是很重，对，有时候只是乱考，说哎，我只是想要个分数，交个作业，你们随便写一点，写一个题号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们其实重的是其他的东西，我觉得每个科系都有重视的部分，像我们科系就是重于实作的部分。笔记里写老师我爱你，不你不能写我爱你，这太肤浅。人家说老师谢谢你辛苦了，我知道上课很累这样子，然后希望下学期就是的什么什么什么课可以看到你，这样子他才会喜欢。你讲我爱你肤浅，肤浅不行。我觉得道歉跟夸奖都是要有技巧的。治小屁孩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太想要治小屁孩。我觉得他们总有一天会长大，摔着摔着就懂事了。这样讲可以吗？没有，有些老师并不是只有教那一科啊。当你大一的课，一上一下，还有二上。的课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他教不同的科目，并不是你说那种重修的那种考试，好不好？
还是你们老师只有教一个科？你们老师只有教一堂课吗？不会吧？也太爽！直接可以标榜当然就好了。这个事件不是你想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的，还是得要有点技巧。原来你长大你就懂了。假的活着，向晚的天空里飞。对啊，会加好几门课吧，不会只有一堂。我们的教授顶多三门吧，这样子。开夕阳的窗帘，却透不进。通常同样的老师用同样的方法应付很好过，应付是怎样？有没有一座花园？好课值得再一修，那你加油呢，慢慢修，总有一天会修完的。还好啦，我一直都没有遇到特别严厉的老师，所以就过得算还蛮开心的，像开心的，对。看我晨飞，看我一脚避开夏天，避开了当教授天天上课，没有了，没有当教授，那就是太累了，上课没有人在听，上课没有人在听，能飞多远就飞更远一点，去找回绿色的夏天。大学当医学教授。母汤了，我就是那种母汤不可以的。听我讲话两个小时，我其实很不想讲话。我想到，我就想一副挂在这，然后我做我的事情。可是我一定得跟你们讲话，可恶！我们有大刀哎、欸，就大刀那堂课，因为我知道他是大刀，所以我会花比重比较重，就是认真一点的讲。对，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分清楚比重。像对某一些科目老师讲不好意思，但我觉得就是这样。像扮偶像一样，就总有几个人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比较重嘛。拉出盛开鲜艳。看人家被当成爽好坏，想睡了吗？一直都很想睡。国术很拍又很坏，他在寻求那个存在感，不要理他，对，大家不要理他，超坏。嗯，这样可以做自己的事情，不行啦，还是要回应一下吧。这是工作之一，虽然还是有在偷懒的时候，例如现在，但还是要回应一下大家。当国术 QQ 啊，其实他已经习惯了。偷懒顺偷心，你们太浮夸了，谁教你们讲这种不诚恳的话。你们最近讲话还是越来越不诚恳。你对我也很坏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国术没有跟学妹同堂课经验，今天表示学长我呢都有学妹买饮料，这样是吗？天天是吗？听起来很羡慕。
高中或大学曾经想休学不读吗？没有。对我来说，这是基本的学业，我要把它完成，这是我作为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情，我觉得是本分吧。可是我觉得，自从来到 TP 之后，发现大家真的很忙，我真的觉得没办法顾到所有东西，真的觉得太辛苦了大家。就是我比较庆幸的是，我已经把我的学业已经完成了，对，然后我才去追寻我的梦想。不然我觉得，等我梦想追到就是结尾，可能真的不好结尾的时候，我再回来读，可能会很辛苦。快把我的悲伤都带走，不要让我拥有的太多，知足常乐的那些念头，拥有无限的自由。本科系没，其实没什么学名，没关系，我这科系也没什么学长。那你那个通识被挡，通识被挡。哎，我之前通识修到一个艺术，那个老师超级凶，超级机车。我没想到艺术竟然可以这么凶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觉得艺术这堂课超级难，过不下去哎，我心的那一关过不下去。没有啦，所有东西都过不下去，超刻苦的。报告工具人，对艺术，我觉得艺术家真的是好难捉摸哦。艺术家气息比较奇怪，比较特别一点，没有到奇怪，特别困难，很难了解，真的。哎，不一定呢，有些通识就会当人啊，有一些会是这样子。谢谢柠檬送的巨蟹宝宝。今天是礼拜五。啊。董事长就是太闲吗？是不是吹嘘自己事业做很大？哎，说不定不是吹嘘，而是真的做很大。谢阿当送我真情告白，再谢一次。是说香港那边读幼保教育，男生多过于女生，真的假的？好酷哦！我们这边几乎都是女生，很少男生，很少。不过最近好像也慢慢变多了，对，慢慢变越来越多男生会想要读幼保，还蛮开心的吧？因为我觉得老师不一定要分男女，教的还好，人家说明就只是想来这边，就是你懂，就是打发时间，他是来打发时间，打发你。打小孩那就不适合啦，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位置。要看他教什么科吧，如果通识的话我觉得没差，我觉得基本科目不要被影响到就好，对我来说这是我专业科目。午安，午安，午安，午安。从小被打到大，可能你就欠打。我这样讲可以吗？薪水小偷没关系啦。你出了社会才发现，旁边的薪水小偷更让你生气。出社会才就难过，学校我觉得没差，学校没差，他的同事会生气。
答应你。Hello， 小鱼。棉袄表示好笑。我说比较可爱，他说就这样子。下雨了是吗？真假的？我不喜欢下雨，我等一下要出门。怎么都要下雨啊？到下周会下到下周四，哎，好像不止。哦，我讨厌下雨的天气。台北市40%。QQ。对啊，午后雷阵雨很多，然后我一直把我的雨伞弄丢，然后我就一直带大只的伞。喵喜欢看粉丝被编，好会。会不会跟阿潘学跳宅舞？不会耶，怎么办？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。我找不到原因。哦，田约翰的歌，田约翰7月19日会有像演唱会的那种东西吗？好像是，有一点想要去看，我也不确定，还在思考。推荐喵的小迪台，每次都被别人。那哎，要想想看。是什么问题？就是那么多主播，就是这么多成员想要编你，这是你的问题啦，对不对？检讨检讨。我刚乱唱了，我刚刚没开嗓，不要这样。懒得看直播，欠揍欠揍，已经变落汤鸡了！天哪，人好在台南，对不对啊？我很怕那种又闷又湿的天气，就是下雨然后还很闷的那种，受不了，真的是受不了。我先来预约一下我做指甲的时间，太突然，太突然。问一下时间，请问，一或二可以预约吗？波浪服，波浪服，再贴个可爱的贴纸。台南粉丝很多，台南站出来，我觉得台南真的蛮多的，我听到台南，其实桃园很多，桃园、新竹、绿世界，开始乱接。我要磕到自己的腰喉了。要不要寄给第四届？会很想要接吧。眉毛怎么了吗？不会注意口红吗？谢谢换你在脸上的 love。
蛮红的，没有这个好像是之前的比较红吧。烈焰红唇，那你要叫小迪擦烈焰红唇，小迪的口红都比较粉，是龙骑士，金睫毛很浓吗？跟平常画一样，是因为刘海的关系吧。应该是我没有刷蛋，太麻烦了。他现在好像有点饿，我这样不吃去上教练课，我会死掉。好像是，好像也不会。昨天晚上吃太多了，被抓去吃饭。为什么你这二十几岁的女生被叫大姐姐都会觉得自己很老？因为就是不喜欢吧，因为女生比较不喜欢加上大这个字，对，因为女生本来就对年纪比较敏感，不会死掉啦，小弟。对，撑过还有撑过，真的，我已经活过两堂课了，我真的觉得可以庆祝一下，帮自己拍手，呜呼。人豪最近就是台南天气没有把你闷死吗？没有啦，叫什么东西？人豪最近讲话也很坏。了不起了不起，可是我一堂是练腿，一堂是练上肢，这样。谢谢玉松的掌声鼓励，开呛啦！哎、欸，我讲话真的是很没有节制哦，小心一点。谢谢阿明送的玫瑰。核心核心我已经，因为我的核心是包含在我的课堂的最后结尾，就会带我做两个核心，因为我核心很差，他说没办法一堂课都做核心，对，我核心真的蛮差的，就是他有。但是我是因为肚子很瘦，所以就是腹肌很简单就可以练到，但是核心的部分真的比较差。对，对，你们战斗力很低耶、欸、你要快点去买装备再来撑得起我的攻击。谢谢安仔送的 love，呛你呛你，要等有东西好呛才能呛，好不好？好，走到飞。欠欠呛，你们去火车？你们都是列车长吗？啊，还是驾驶？啊？握手会就惨了，就是让你们买，就是你们讲什么我都不回的。哎，一看怎么样？什么都不讲话呀？哎、欸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不讲话，记仇呀？我知道你是谁，就是不讲话怎样？还上海套小偶像，那你？找机会伸出，哎、欸，不一定握手会就一定要讲话，我又摸到手了，对不对 ？OK 的，好吧 ，OK 的，你不要要求这么多，你们 这群就是无良的消费者。看一下啊，礼拜一五点后啊，五点后不行，早上十点跟十二点，不行，不行，这两个时间不行，哇，太忙了吧。下午不行吗？啊，五点半后，那时间完了完了完了。想
想要做指甲但做不到的七七。嗯，被我踢出去 OK OK， 或者会前做，要隔两周做比较好，因为刚做会比较很死的感觉。习惯在你子里游戏我的孤寂，你成为了定律，我放弃了时间，转过了一天，不然就只好下周。他说我要干嘛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事情，想不到。至少隔一到两周啊，我是这样觉得。我打算七张就进去打个招呼就结束。哎，张法拉，你要讲话，讲点话。你要说我是张法瓜希腊不甘蔗，你要讲，然后你的那个名字要念顺。哦，十九号是那个妮可，我是二十号，我是十九号去做，二十号就有亮晶晶的手机给大家看。就想要得一人物，我喜欢把事情集中在同一天，就是那一天会过得很忙很忙很忙。我喜欢做这种事情，然后休息的时候就很休息。像这周我不是回家吗？所以那三天超级废，废到可以笑出来那种，就躺在沙发上当马铃薯的等级。然后我很忙，是一整天排三四个行程的。或三四样东西，什么直播，然后健身，然后练习，然后干嘛这样，我会排满。不要讲你好就走了，我觉得观众不会看到你指甲，我管你，我管你，我是废人妻，对啊，我觉得休息就是要这样。人家子萱说得很清楚，废人磨人间切换真的很机智。五五连播，我觉得很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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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在家通常不太想要直播，因为我觉得在家就是要睡到饱，然后就是对。好啦，等改天再安排安排安排，如果可以的话再安排。6:30。礼拜二吗？好，就礼拜二十点好了。还没想好要做什么。好，在我的行事历在安排上，好开心哦。分享，然后吃个早餐。我应该想要做亮亮的，还是做素一点的？因为素一点的其实可以放比较久。对，想要走浮夸一点的，还是自然一点？我觉得呢，我起得来啊，当然。浮夸一波吗？我觉得这家真的蛮便宜的，就是它是用日系的一些，就是日本进口的材料，然后做也才1000出而已，而且你可以贴到你的手，就是很重这样，很重。
然后1000、1200、1300，最浮夸的几只，但我通常都是做就是900多块，因为我之前做的比较朴素，就是连画狗狗那个也900多块而已。他帮我用画的耶，很棒耶。Hello 陈礼德，哎是叔叔哎，嗨叔叔。很难洗头？不会啊，因为洗头是用指腹在洗吧，不会用这个，对，是用指腹，指腹。一如既往的生活，就像是从没发生过。藏在深处的伤口，叫我们群主，看一下。我们不要刷我的群组，就好像从没有难过，对自己放过，或许这才算拥有。用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，用一段青春换现在的独白，温柔的你对世界还期待。当白老鼠只要300，哎，好好，我也想要当白老鼠。标题什么什么七七被砍到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汪汪吗？好可爱哦，小迪在你后面，怕爆。就像是从没发生过，藏在深处的伤口，偶尔还是会隐隐作痛。一层不变的笑容，就好像从没有难过。忘就把时间放在哪了？我们的群主怎么这么多话？这么多话。妈有了材料费，好棒哦！结果歪到嗡嗡，但也不错啊，这不歪啊，很棒哎！好，快去吃饭吧，我要想一想，等一下要不要先吃个茶叶蛋再吃？今天不知道要练什么，今天应该是要练臀腿吧，应该是，应该是呢。越推越多，粉丸表示啊，活该，活该。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。为什么昨天林杰当电灯泡？好，他好像在七肉中间。那你什么时候？哦，你是说那个吗？吃饭？他在我们中间。好了，叔叔，生日会见。林姐也是我们的爱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我等一下要带什么？我等一下练完3点、4点练完，做个有氧。今天是什么课？课程表嘞？拖延成家不是这样吧？什么花心花心？我把你的
我们人生一家人，人生一家人。礼拜五。贴心就累成日记，挫折时候乐活要动，听起来超累的。练完六点了。可恶，今天有全集有氧，可是那时候我有事情。你知道我买健身房就是为了想要上他的课程，但我现在都没有时间去上，真的很白目了我。Hello 随缘，什么韦小宝？哪里个嘞？这是我吧 ？Body balance， 我想要上全体有氧。可恶！我知道你在热门时段我都有事情，下礼拜一，下礼拜一有啊，不是下礼拜一有事，上不到课的我，团课对啊，不是女性健身房都有。上可以谈，不是要闹，不要闹，报名单，沙包怎样？傻眼，你们好怪，你们真的好怪，怪到让我觉得很可怕，可爱可爱。我没有，我不知道哪一间是女性的间。那个课的时间总是对，还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我是要干嘛？想着是讨厌人。哦，是不久之前打，真假的？还没去过。当白老鼠三百，当沙包不用钱。你不要偷唱是不是？你很坏，很坏，很坏。让成员害怕是不是会被处刑？会。叔叔表示：咦，怎么了吗？去泡澡，泡完澡然后就上有氧，然后就泡一次吗？别闹了。天天出行，再见，天天。是这样吗？谢谢。你的行李已经打包好我们的感情，没想到爱你不是能力可以代替原谅我为你付出的勇气。谢谢叔叔送的蓝色应援棒，被小偶像送是幸福。我是小吗？我是小偶像吗？我是大只偶像。我应该思考晚餐要吃什么。给你淤青，好可怕，阿呆，没问题吗？意思是可能雨会慢慢下过来，是不是？有点害怕、啊，我是要带伞吗？大家一起想的。
Jimmy。差点穿新鞋子出门，看来不是我的锅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的伞只有那种长长的那种伞，没有折叠伞。我折叠伞总是会被我弄丢，所以我就放弃再买折叠伞了。我觉得这是个诅咒，因为我大学的时候用那只伞，然后去年还是今年，去年用丢了，然后就一直买新的折叠伞，一直弄丢。所以我觉得很恐怖。我喜欢那种，我那时候折叠伞是这么大只吧，这么大只，然后可它很坚固，超级坚固。现在就很懒得再买了，就觉得反正都会弄丢，预设立场。我上次去吃饭，然后我带小只的伞，只是那个普通的，只是全家买那种，它不是有分大小吗？结果等我吃完饭出去的时候，我找不到我的伞欸，然后我的伞变成大只的，就是可能人家拿错了，然后拿到小只的，但它的是60，它有分50、60吧，然后我那边就只剩下60，我就说哦，我的伞变大了。我的伞长大了，直接赚到，超好笑！我的伞长大了，那天很好笑，是因为那边好像有一群人在聚餐，然后就是感觉是外商公司，然后是日商的那一种，然后大家讲日文，然后他们喝超多，很恐怖的那种，然后我去那边吃饭。然后他就是很好笑的是，我要去厕所，然后我就敲啊，这间有人，我想要敲另外一间的时候，他就打开门了，然后是一个很醉的人，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但他看起来超年轻，就感觉跟我年纪可能差不多，或者是刚毕业比我小一岁，一个男生，然后他站不稳，我怕他摔倒，然后就，我说我心想说你还好吗？要扶你吗？我觉得超好笑的，我不该这样笑他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好笑。对不起，超好笑，超好笑，就是那种小餐厅啊，就大。然后他怎么了？他真的站不稳，他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的那一种状况。然后他朋友看到他，就是有点想要笑他，然后可是因为我又在旁边，然后的那一种，然后我就默默先出去，等他们走出来我再进去。哎呦，很好笑。反正我的伞就这样，好像被拿走，就长大了，然后我也赚到一只比较大只的伞。对，哈，不要吐，我很怕人家吐。他怕人家吐的，你不觉得看到人家吐，你就会想要跟着一起吐吗？我从小时候都这样，就是可能我小时候前面的人吐，我就然后就可以跟着一起了。我很害怕、欸，很害怕。我有时候忍不住，可是我现在还就是，我现在没有看过人家吐的，所以我就没什么感觉。等遇到的时候再跟你们分享，但我是不想要看到就是这种状况啦，我会觉得很不舒服。想要去吃点东西好了，免得上教练课吐出来，干呕这样，不行。
我觉得你们不用再跟我介绍那个味道是这样是怎样的，好不好？好呀，不用跟我介绍，我不需要知道，对，真的不需要，真的不需要。你说距离只是几个单位。啊！不要再跟我介绍了，不要再跟我介绍了。我要让这波快点滑过去，不然我就要直接关。Hello, Lin。谢谢花生，让大家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啊，勇哥吃不下饭了，不行。我在思考等下午餐要吃什么，可能吃地瓜吧。去健身前要吃什么？地瓜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发现要吃什么，因为我才刚上两堂课。水煮蛋、香蕉、地瓜、鸡胸肉。喝水吗？早上饭还没有吃。冰淇淋，蛋白质的东西，原来没吃。就阿如，就是问阿如，阿如感觉是比较专业的。阿如要吃什么？你看他说了，燕麦加鸡胸肉，地瓜加水煮蛋，果然厉害。那我等一下先吃个地瓜好了，我超喜欢吃地瓜，地瓜好吃。然后。晚餐再吃个沙拉跟粉，鸡胸肉之类的。去买个沙拉好了。沙拉，买下。也要关了，差不多要关了。阿如是健身教练，没有啊，乱讲。是有在健身，好养生。我其实很喜欢吃沙拉，有人就觉得。吃沙拉好可怜啊什么的，可是我内心会想说，不，我是真的喜欢吃，你们不要误会，我是真的喜欢吃的那种。很容易被误会，辣的，精油可以直接护手。Seven 的那个什么海藻的，好像哦，摩斯的好贵哦，我吃不起。保护手肘很容易干。好香，青石类，两小时就饿，这么快 ？Hello 美，凯撒沙拉肥子太多，你酱不要加。不敢吃沙拉，为什么？沙士可沙拉很好吃，可是太多了，我吃不完。摩斯的分量真的很少，然后又有点贵，吃不起。也是好，可以问教练多花钱。他只是说不要喝饮料，不要吃甜食，可是他嘴犟不了。我已经没什么在喝饮料。人家都是无糖的教练，甜食吃一点点，但没有瘦，是那种暴食。基本都不吃的，摩斯很好吃哎。
我摩斯喜欢吃辣味热狗包，对，那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，好吃。喝起来什么味道吗？很有好奇，你去喝了就知道了。我没办法告诉你什么味道，因为这味觉很主观的。什么都没吃，跟我一样呢，我也什么都没吃。它很快就卖完了。无糖茶不算啊。被你们点走，抱歉。好了，我要讲一下现在排名了，等一下去吃点东西，让它消化一下。讲排名喽，第十名是勇哥，谢谢；第九名是晴湖，谢谢；第八名是 Nick， 谢谢；第七名是姚，谢谢；第六名是阿当，谢谢；第五名是小勋，谢谢。第四名是子轩，谢谢。第三名是爱吃西瓜的学，谢谢。第二名是心灵，谢谢。第一名是张拔辣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。下次是12点，对，不是10点哦。去吃点东西，不然我娘会死掉，哈哈哈。大家再见，大家再见，下礼拜一二中午12点会有的直播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生显针就是学士博士显针已经可以预购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好吗？毕业季，谢谢龚大送的新之冠。好，再来。拜拜。